容嘉善、陈宝林、Chris、李嘉俊，生日快乐！好啦，我哋又要继续啦。等下先。啊，咩任做啊？有啲人话咧，已经去到差唔多尾声噶。做咗呢啲先啦，因为咧就会只 game 啊打爆机，肯定系唔会再玩嘅啦。好。备下啲武器，好行得。昨日有啲人喺度同我讲，你知唔知啊？佢话咧，我系好少人啊，我系用最高难度喺度玩啲咩大棚打啲啊大棚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最高难度上网睇啲 walk through 咧，全部废柴，全部都系用嗰啲中等难度啊。低级难度去玩系得我够僵，而且我仲系直播啦，可能佢就算有嘅都可能系剪辑懒系嘢咁样啊，玩十几次啊撞手神系得我系真勇士，自己啊喺度慢慢喺度打，而且冇练冇得练啊，严格嚟讲呢个都系冇得练嘅，完全系咁样喺度赤裸裸咁俾你睇真人 show 咁嘅 feel。其他人全部都是用呢啲狗招，全部都是用嗰啲咩中等难度啊、剩啊嗰啲，我啊唔做呢事。我玩咁多只游戏，我玩个难咧比较难咧，就真系 Hitman。如果 Hitman 教够极难度嘅话，应该真系可能玩半四个月到，可能都要，因为冇咁耐嘅，可能要三个月到啦。Hitman 最高难度真系难玩到爆炸，乜都冇得睇。好，点啊？做咩事？好似黐黐你线咁样。佢话上主话，我应该拜边个？然后我就话，我喺度啊，主啊，我喺度啊，派我嚟啦，派我去啦。为咗咩饮酒消愁啊？咩事？好似生意失败咁，做咩事？突然间平时好多嘢讲，赚咁多血赚，佢话我咧系由一个悲剧同埋死亡嘅地方嚟嘅。而家咧我一路咧就对抗魔鬼邪神好耐好耐。咕噜咕噜咕噜。仲有啲嘢要去做啊！我哋未完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你知啊？你一定要做噶！而且我都知道，我有啲嘢我一定要做啊！诗篇第五章十八节，冇饮醉酒啊！呢一样嘢系罪恶嚟噶。会令到你啊冇灵魂。佢咩？佢黐咗边条筋？佢意思咧个故事就系咁嘅。佢类似话，虽然有呢啲钻石就可以啊，唔知衣服乱啊或者点啊咁样，即系可以做到好多嘢，但系咧即系仲未够咯。佢就意思仲要，如果要对抗魔鬼咧，就需要更多嘅钻石，更多嘅钱，系嘛？请等我一阵。
咁啊，跟住就水主角啦，但系成程我觉得佢喺度做紧戏啊，我觉得一啲都唔似真心。冇啦，卖俾边个睇啊？饮酒食屎啦、啊！咁啊，饮酒借酒消愁，一从来未见过佢帮过任何人。讲真，你唔好讲话咩谷黄金之路，我都唔即系唔好讲话嗰啲穷人啊百姓。黄金之路都冇帮过啦，我都唔见佢有提供咩军火啊、成嗰啲黐筋死仔喺度扮晒嘢，唔知喺度做乜？唉，饮咩酒？怼咩酒？有钱饮酒，肯定系咁啱自己啊！饮酒疏乎之后，我咁啱踢佢入嚟之后，佢又扮晒嘢，好惨啊！即刻做戏，喊苦喊屈。刘备啊，即系问佢，刘备借荆州，老叔咪问佢攞翻，就即刻牙痛咁声，喺度喊苦喊屈。好，走师姐嚟啦，跟住讲咩又要唔好俾人发现。哦，呢、這个就是走师姐，又系咧咩攞嗰啲钻石噶，即系又系跟到去一个路，跟住就会叫你怼冧佢咁样，通常都系咁。好嚟啦，跟住佢啊！好，哇黐线！讲真咧，嗰条友我怀疑佢自己夹大师头，即系嗰个神父啊，佢喺度扮晒嘢，我又唔见佢买，即系佢啲钻石。即系收咗堆钱啦、啊，或者堆钻石又唔见佢准备外，而家有啲新嘅军火啊，系咩引入咗啲咩啊？箭有咩箭术啊？从来冇呢一样嘢。啲钻石就系佢自己攞嚟赚钱啊，攞嚟开开心心。好，喺度追啊！后面啲人发现我，但系前面个走私者系懵然不知，即系代表咩？弱智哦，佢哋冇交流啊，点啊？好嚟啦，要杀咗佢啊！哇，食屎仔啊！黐孖筋，一黐筋，爆炸！直升机啱啱顶唔顺定咩就哔哔哔哔就爆炸，好，吔屎啊！喂？收到，呀！黐孖筋啊！食屎啊！呀！走私者，佢哋军队入边都自己走自己私，佢哋唔系已经系还，即系佢哋系国家政府员，但系都要走私。其实我有时都谂唔系好明个道理，即系咩为之走私呢？走私咧就系你想逃过关口，即系门税各方面嘅嘢啦。啊，大家明啦。咁如果你系政府嘅人。啊，咁又點解要走私？即係除非佢哋係農女雞作反或者點啦，係嘛？否則佢點解要走私啊？即係佢話：喂，我哋第一次兄弟賺錢咯，係嘛？佢點解會黐孖筋？已經喺度嗌曬，一入嚟已經。即屎啊！再飞，笑你飞刀，
好，爆炸好，再爆一次。好戆居，唔识个人追击翻傻仔，小李飞刀，再飞，哇！食佢一几枪已经扣咁多，I'm going to make you。 佢呢个唔系吉要，吉要系好清楚会讲吉要，佢又唔知讲啲咩要。食屎啊，契弟！啊！嚟啦，攞血砖。啲血钻成日收埋喺呢啲咁嘅地方，我都唔知个咩走私点解唔直接运落去啊，运走要咁样摆喺呢度做乜啊？有冇人知道？好，我话俾你听咧，呢一个打完呢堆人之后咧，最大问题唔系打完呢堆人之后一定会有啲动物。犀牛啊，老虎定好，好啊，红人啊，听啲声似系，又讲粗口啊，班癫佬，食屎，哇，好戆居，冇啊，唔好过嚟啊，好，引咗出嚟，但系赵龙啲有只臭飞官，哇！呀！过嚟救火啊！不过，哇大镬啊！会唔会一路烧入嚟？我啲石墙唔怕。有冇搞错啊？你觉唔觉佢哋讲啲广东话都唔系话好正？哇！喂！食屎仔！吔屎啊！炸你飞天！哇！食屎啊！咣！系啊！喂！黐线！争少少，唔知啱啱戳下戳下。呢、这个位置出嚟系难打啲，因为咁样系好似俾人困住咗咁样啊！俾人包围住啊！而家系吔屎啊！吔招啊！食屎啊！追击手，顶顶包，顶顶包 ，bang！ 呀！纸巾，哦，呀，哦。嚟啦！预计会有咩动物呢？好期待哦、啊！老虎、红人定咩啊？啊！蓝老虎唔使啊，出嚟啊！通常喺呢啲必经之路啊，唔
唔会俾我避到啊！六咁好益我，咁好啊！金关打靶仔，黐筋。哇！辣落去，今次嘅动物可能系人类。You ever have a hot knife up your ass? You will. You will. Don't stop until you fire. 光啊！好。要翻粒蛋出嚟先，食屎啊！炸，唔死，黐筋，哇，冇事啊，低能，光。好，开埋个箱。今次系咪冇动物啊？已经完啦，应该仲有一段路啊，可能都仲有可能嘅。四百几米，正常都会濑嘢噶啦，我相信。好期待哦，会有咩动物咯？三百几米啦，好紧张啊！必经之路，好，换定把机枪，唔系冇啊，搞到我白期待。反而有佛轮就转下先，百几米咯，唔系真系冇啊！咁开心，真系冇啊！似乎通常去到咁近，定系会搞到你功亏一篑啊！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应该冇啦，我睇怕已经好近啦。哇，唔系嘛，摆喺呢啲位啊！哦，咩事？佢走佬你个贱人，搬家当走佬。哎呀，杰克利，好开心见到你。哇，从手掉啲钻石。喂，你去边啊？喂，完咗啦，我嘅嘢已经完成啦。上主叫我去第二度，去边啊？南美啊，或者古巴？嗰度咧仲有好多罪嘅。啊，我一定要去面对嘅。Thank you, AJ. 多谢你啊，杰格利。多谢你咧，啊，讲俾我听嘅，呢个世界仲有啲真嘅信徒嘅，希望我做正义嘅事情。呢一个一个吓，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吓，欠你一个人情嘅。呢样嘢留俾你做手信啦。第十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，佢话啦，进入世界啦，然后咧，我欣赏呢个创世。啊，去啦，阿姐咖喱，啊，去揾你嘅自己嘅吓，自己嘅真系，即系咩意思？俾我哋搞一大轮之后，就俾支烂鬼枪，自己赚到盆满钵满，跟住佢决定走啦。啊，我已经有个傻仔帮我揾咗好多钱啊！啊，而家有咩 LK 1018。好，咦呀，预备啦，准备啦，你个贱人，你个烂鬼帐篷，死啦，狂啊，自动导向啊，呢啲好似系，
佢会留啲咩俾我啊？垃圾咧，唔通留啲血钻俾我咩？得啲废柴，啲皮啊唔整啊！你睇我啱啱见佢饮酒，已经知佢古怪啦。讲真，食屎仔，好贱呢个人。点解阿姐咖喱咁蠢啊？成日俾人利用咁样，蠢啊！啊，蠢啊猪！你真系蠢啊只猪！睇下先，咁做呢个啦，沙包啦。阿姐咖喱真系好白痴，劲蠢。This is what they always do。这样做我真系一路帮啲人，有冇一个人系帮完系有真心回报啊？好似冇啊，真系冇。佢一路都系做紧快女同傻仔。阿姐咖喱自从嚟咗喜马拉雅山之后，冇一次系有咩得益嘅。我讲真，唯一一次得益叫帕佳明，一开头佢咪俾人喺度病病病病病，就系阿帕佳明。救佢，即系混乱之中，就帕佳明就话：喂，佢话你知唔知你争啲杀咗个贵宾啊？之后就即刻捅死嗰个士兵啊！唯一一次真正受惠咧，就系得帕佳明嗰次，仲请佢食饭啊，去一个好靓嘅风景喺度食鸡啊，食烧鸡，其余全部都系俾人揾老衬。屎仔，试下新火箭炮威力哇！炸到自己咁样好劲喎，黐线！车自己嘅车都爆埋，有冇咁犀利啊？核弹啊！挂个病，弱智仔。好，嗰啲系咪嗰粒弹头都怪怪地嘅，唔似一般啊啲火箭炮嗰啲咁嘅样。但系炸完之后仲有条全尸，究竟呢、這、一个？是做的那些烟花效果定点？好，正常被火箭炮炸，边有可能有全尸啊？大佬知你破碎啊！好，记住啊！呀，试下新火箭炮威力啊！当我水鱼挂啊！病啊！哇 ，critical character 呢个阿婶嚟嘅喎，你话咩重要角色？黐线啊！吓、啊，如果阿婶咪影响呢个戏啊，即系其实真正嘅话是人定咩？啊，黐孖筋！啊，讲真，我觉得咧，如果你话火箭炮，我觉得旧嗰支型啲嘅，就系呢一支系劲啲咯。即系旧嗰啲，好似游击队嗰啲感觉，好似 AK 嗰啲啊，好 feel 啲咁样啦。系呢一支啊，威力强啲嘅，无可否认。啱啱隔咁远一炸部车，即刻爆炸，自己都波及，系嘛？冇车阴公。喂，挂啊！呢只牛都好劲，冇牛，呀，仲可以揾到个内脏 ，damage skin 啊！佢吓到濑屎，啱啱个兵，因为见到火箭炮爆炸，即刻四围巡。好，吔屎啊契弟！呢架车入边有沙包。What do you think you're doing？ 喂，你估你知唔知你做紧咩？我掉你咯，攞石头。喂，呢架唔系你架车，我有一样最后嘅工作嘅，你知唔知啊 ？Amita needs to go， 我要赶走阿 Mita， 呢个系喜马拉雅山嘅意愿啊，你知唔知啊？
哎。She's just another pig. 你知唔知啊？佢只系另一个趴街名嘅啫。阿姐咖喱，啊，即系意思佢话我要怼冧阿 Mita， 即系我要做揸 fit 人。佢叫你唔好阻你。跟住佢咩啊？咩去收割你嘅播种 ？Kill 阿 Mita！ 要我去杀安居？佢话佢要杀，点解关我鬼事啊？点解要借我嘅手？你要杀你嘅事，又安居又走去多事。诸事怪，阿姐啊，呢个脑系咪有问题啊？有冇得叫沙包杀之后，我再杀沙包咁样话？哦，你杀阿 Mita 之后，我你个贱人，哦，跟住佢话你居然冧兄弟之后，我再怼冧沙包，咁我啊成为喜马拉雅山嘅王，有冇得咁样政治？我想知道有冇呢啲有冇啲咩选择分支嗰啲啊？系咪会影响结局嘅？听人讲好似会，即系如果想睇啲好结局呢一度就要好好考虑嘅。我哋系咪要开个大会先啊？有人话杀 ending 咧就可以再杀沙包，有啲人话黐线咩女女完再杀黐线。佢话唔杀佢，佢会有其他嘢。呢度有几个 save， 你使唔使 save 先？即系点样啊？有得 save 咩？我 save 咗，我继续玩落去，佢唔系会自动同我冚 save， 即系点样？唔好杀，等佢哋内控两边都杀，试下唔杀阿 Mita， 但系咧沙包一定要杀。你谂住玩几多个结局？我如果有得拣，我想玩晒啊！啊！有人话杀唔杀阿 Mita 都可以杀沙包嘅，佢话有人话唔好杀，然后杀沙包放埋趴街名就去到真结局，唔系话有好多个结局，边有真唔真？你中意咩结局就系咩结局。趴街名我讲咩啊？